睇，好開心，好歡樂咯，搞笑有啲位，同埋好想去日本，好想去日本，好想去旅行，好想去東京啊，好想食拉麵，好好睇，好好笑。咁啊喺而家疫情之下嘅香港冇得出國咧，我覺得呢套戲真係一絕啦。我希望可以帶啲歡樂俾大家。6月18號，淑女愛漫遊，淑女愛漫遊入場欣賞，淑女愛漫遊上映。